好，那么看到这个屏幕啊，那么第一张这个我们课件当中啊，第一个地方我们摆了这样一个人，对吧？那么这个人呢，应该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啊，这叫艾伦·图灵。那么这个图灵呢，他就被称之为人工智能之父。当然，这个人工智能之父呢，给图灵这样的一个头衔，对吧？那其实是他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研究。那么他最大的一个一个叫什么呢？叫图灵测试。这个图灵测试呢，其实主要是针对于在这个聊天机器人方面的啊，不包括其他的这些方面。它的这个图灵测试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给你，对吧，一个人还有一个机器，跟你去聊天，前提是你不知道这个人和这个机器，对吧？那当你跟这两个东西去聊天的时候呢，你没有发觉这个你聊天的对象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机器的时候，说明这个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称之为什么呢？这个机器呢就通过了我们图灵测试，能够达到一个人的效果，跟人的聊天的效果。好，那么这个是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著名的图灵测试。那么现在包括很多的这个领域，就说这个聊天机器人，其实就是客服等等这些领域呢，他们这些领域他们的要求就是能够达到一个跟别人聊天，能够让别人不怀疑这是一个机器，对吧？当然现在这样一个目标呢是比较远的，对吧？这样目标要想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还需要很多路去走。好，那么这个提到人工智能呢，肯定是要提到这样图灵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第二个我要提到的这样人叫什么呢？马文·里敏斯基。那么这个人呢，可能大多数都没有听过，对吧？那里敏斯基呢，他的一个贡献在于什么呢？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推向了全世界的通过一个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呢，当然有很多人去参加。他把通过这样会议呢，把人工智能的概念推向了全世界。那么这是他主要的一个贡献。当然他在技术领域的贡献呢，也说他呢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我们后面会说的这样的一个神经网络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好，这里啊我们简单的对他这个介绍啊先读一下啊。他专栏这个什么认知科学等人工智能领域等等等等。然后呢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创始人。然后呢因在什么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贡献获得图灵奖。这是他的这个一生的一些介绍啊。好，那么这是我们提到第二个人。我们要知道人工智能概念能够被广泛的这样的一个全世界的人知道，他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好，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提到的这两个人。那么接下来，对吧，有很多同学呢，对吧，在网上呢也会看到一些找一些资料去看。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介绍一些基本的概念，以及我们的这个课程呢能做的一些事情，对吧，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呢能做一些事情。好，那我们介绍一下人工智能以及机器学习还有深度学习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或者是定义。那么看到这张图，那么首先看到在横的1950年到一直到2010年，一直到我们现在2017年，对吧，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呢，它应该是最早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以前呢可能没有说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的概念，它呢指的就是一些自动化的程序。以前在工业，对吧，在那些这个比如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对吧，它的一些这个自动的这些机器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啊，其实它已经把它称之为一些人工智能了，对吧，当然没有现在的这些技术。好，那么随着这个时间推迟一直到70-80年代的时候，那么机器学习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就出来了。那么这个以机器学习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比如说看到这里一个邮件，对吧，这样的一个邮件放到这样的一个垃圾箱说明呢这个什么呢，就垃圾邮件的一个回收，对吧，那么这里面就需要一个自动过滤这个什么呢邮件，那你就需要用到一些自动过滤的一些算法呀，或者一些程序对这个邮件过滤。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一个代表机器学习的一些领域。好，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了2010年，对吧？我们就这个最近的这七八年时间里面呢，诞生了一个叫深度学习的一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机器学习它是包含了深度学习的啊，指的是发展了一定程度了，某些算法呢比较厉害，比较牛逼一点啊，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呢深度学习。那么这个深度学习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图像识别，或者说它擅长做的事情，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等这些方向啊，都是它深度学习所擅长做的。那我们看到这里给了一张图片，对吧？比如说这个图片上有一张这个猫，那猫的图片，那经过我们的深度学习的程序去识别之后呢，那它的输出也是猫的这样的一个类别。好，那么这是深度学习方面的，对吧？好，这是我们提到的这三个概念啊，希望大家对这个三个概念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两个东西我要提的，就是人工智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它是有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呢对应的是人工智能的两个这样的一个低谷。那么第一个影响因素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这样的硬件的计算能力，也就是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计算，或者说它的这样一个 CPU， 对吧？计算能力不能达到很快的一个速度，但是你的这个数据啊，或者你要做的事情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大多数都放弃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算法，或者说放弃了，往这个深度学习去走。还有第二个阶段，那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数据。也就是说，影响人工智能发展呢，其实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计算能力，一个是数据的大小。也就是说以前也就是说在这个20世纪，对吧，21世纪之前，你的数据，每个企业当中的一个数据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数据都没有代表性，所以呢你的这个发展也受到了数据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当然除了这两个影响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算法的发展，这个也不能去忽略的。算法的发展呢也是非常重要，对吧？没有这些算法，那你这些计算啊、数据什么都讲不了，对吧？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几个概念的一些介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对吧？我们学了这些东西能做一些什么，对吧？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从这个图像方面来说，那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无人驾驶方面，你需要对这个图片，比如说你去实时的采集这个图片，你要对图片呢进行一个识别，识别这个图片里面有什么东西，或者说这周围的环境什么样，比如说这里你的这个车，对吧，什么类型的，或者你有哪几辆车在你的前面。还有在夜晚，对吧，你夜晚可能这个环境就比较复杂了，那你需要对这个路灯啊等等等等周围的环境呢也需要去识别。那么这是在无人驾驶方面，对吧？那比方说我们再列举一个，在医疗方面，这个范围呢，这个应用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呢去识别这个患者的这个，比如说拍的这个 CT 图，对吧，或者说拍的其他的这些图，骨骼啊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你通过这样的一个程序能够识别出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CT 图等等，这些图里面的这些细微的这些区别它能够识别出来。这张图里面，好，这个人呢比如说患了这个癌症，对吧，或者说比如说这个图片这个人的这个骨骼或者骨架发生了这个骨折的这样的情况，它能够自动的判别出来，不需要人再去看这一张一张的 CT 图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对吧？这个医生就不用去每天都关注这些图片，对吧，关注这些图 CT 图去一天天去看，这个量呢是非常大的，需要呢一个程序去解决。那么这是在图像的另外一个应用。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还有一个最广泛的应用是什么呢，叫图片艺术化。当然这个艺术化呢，其实这个公司呢去做没有多少公司去做。那它的一个意义，比如说我把一张图片输入到我这个程序当中，那么这个程序呢就能够把这张图片呢，比如说背景啊，里面的物体啊，对吧，把它颜色进行改变。那这里面看到这个斑马，对吧，这个是斑马，颜色改了之后呢变成一个普通的马，对吧。那这就是图片艺术化。
那图片艺术化其实就可以替代了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 PS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 PS 的这些人嘛，对吧？工作，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化的图片，可以通过程序去指定的。那其实呢，这个在这个 PS 软件当中啊 ，Photoshop 软件当中也有很多啊，他们现在也推出了深度学习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啊这样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不需要人进行这，比如说你人呢去抠图，对吧？把这个图片的某一部分抠出来，那你就需要，你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呢去自动的把这个图片的某一部分内容抠出来，对吧？好，那么这是在图像方面的啊，图像方面的能做的事情。那比方说还有更多的一个领域呢，就是在这个 iPhone X 上面，你的这个 iPhone X 呢能够对人脸进行识别。其实啊，它肯定依赖的是它的一个硬件，它的硬件能够收集更多的信息，所以它呢比较准确。那我们不说这些东西啊，我们只说背后呢，它就是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就是深度学习的一个程序去做的，用的算法其实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这些算法去进行一个识别。好，那么这是图像方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那么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语言处理啊，典型的我这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后面我们还会说很多的例子，所以这里呢来看一下新闻的一小一童。那什么意思呢？这里面就是我们可以用机器呢，或者用深度学习程序去自动的去写一个天气报道的一个程序。比如说这里南方都市报的小南，或者说广州日报啊，就广州日报的这个阿童机器人，他们都可以自动的去写一篇报道这个天气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啊，这个呢都是机器去自动写的。包括我们这个应该知道今日头条，对吧？今日头条上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作者，那么这些作者呢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些机器去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所以你看的这些程序并不一定都是人去写的啊，而是有可能是机器去写的，对吧？那么这里面呢就用到的还是一样，就是深度学习的一些技术去写出来这样一篇文章。好，那么这个后面我们都会去说的。好，那么除了自然语言处理啊，除了这些图片方面这个感觉上比较高大上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程序，对吧？我们机器学习还能做一些什么呢？它的一个应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那我们这里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你预测啊，这个预测呢其实包含了很多预测，比如说信贷需求预测什么呢？这个信贷需求预测就是说每个人，我这个人能得到的贷款，对吧？你每个月能得到的贷款是一个具体的额度，对吧？那这个具体的额度呢，我也可以去这个通过这个机器学习的程序去预测，根据你历史的这些信息去预测你下个月或者下周或者明天能得到的一个贷款的额度是多少。好，那么这是预测方面。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店铺销量预测，也就是说我可以拿到的数据呢可以预测你这个店铺的明年或者说这个下个月它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啊，销量可以去预测。那这个也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应用场景，也就是说不只是图像啊、自然语言处理啊，还有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些领域。那么传统领域啊，它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就非常非常多了。我们来看一下机器学习领域，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还有一个叫传统预测。这个传统预测等一下我们会解释什么叫传统预测呢。比如说我这个传统呢，我给客户进行分类，这个客户分类呢，我以前这个需要人去经验啊，通过人的经验去判断，对吧？我给这个人啊分到这个第几个类别啊，第四个类别、第三个类别、第二个类别。然后呢，或者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预测具体的这个贷款额度，或者说预测你的房价，这些呢我们都称之为传统的这些预测领域啊。等一下我们再去说这预测领域有哪一些啊。好，那么这是我们对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的一个应用场景进行一个介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大家能知道我们学习的课程之后能做一些什么东西，对吧？这就是我们能做的。好，当然传统领域呢会有很多很多啊，不只是这我们刚才举的这两个方向。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东西要用的库和框架是什么，对吧？比如说你前面用的这个爬虫，
那用 Scribe 框架，对吧？这个 Web 用这个 Django 框架。那我们深度学习或者机器学习能做一些什么用到的框架就是什么呢？在这里啊，我列举了这样很多的这样一个库和框架。那么我们呢，其实整个课程呢，等下会介绍，它分为前面部分。那我们前面部分呢，都是用 Scikit-learn 这样的一个框架啊，这样的一个库，或者称为一个库吧。那后面呢，这样的一个深度学习呢，我们要用的框架是什么呢？叫 TensorFlow。那这里我们写一下，这个全称呢就叫做 TensorFlow。这是我们要用到的这个框架啊。那当然还出现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什么 PyTorch、Cyano、Caviar、Channel 框架。那么这些框架呢是没有这个 TensorFlow 的一个应用场景多的啊，没有它的应用场景，或者说没有它使用 TensorFlow 的公司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我们选择 TensorFlow 啊，也是说大多数公司都在用它。好，那么这是我们介绍的啊，我们要使用的呢应该是 Scikit-learn 啊，还有 TensorFlow 这两个工具。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TensorFlow 呢，在这里我们就简单看一下了啊，它的框架以及发行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 TensorFlow 发行的机构呢是这个谷歌，对吧？然后我们重点的看一下支持的语言，看一下这么多，我们刚才介绍了这么多框架，它大多数支持语言都是什么？都是 Python， 对吧？说明 Python 呢在这个做机器学习呢是应该是头一号的语言，那大家不约而同的都会使用 Python。好，那么然后这些关注度数量啊，以及这些贡献呢，这我们就不说了，后面会详细介绍了。好，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机器学习的这个库和框架一个介绍啊。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学习的书籍去推荐。当然首先我们第一个看这里，这个不要被我这个列举的这个东西吓到了，这只是这个吓吓你们，对吧？这个呢是这个别人说这个机器学习啊，学人工智能啊，必须得会这些东西，对吧？那会这些东西有什么概率论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统计学方法，这些书啊，我先要说明一下，你没必要去了解，没必要去看，知道吧？你看你也看不懂，然后呢又比较难，很枯燥，你也没时间去看这些东西，对吧？这些你够你看两三年，对吧？所以呢，这里我列举的要目的呢是说，你没必要去把这些书看完，你不知道这些书，或者说没了解过这些东西呢，是可以去学习机器学习，或者说深度学习。因为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会有一些简单的数学知识啊，当然肯定是有的啊，不然这个面试你也过不了，对吧？好，那这个是我们列举的这几个本书啊，这几本书是没必要去看的。那我们这里列举的这几本你是可以去自己买了自己去看，当然我上课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看了，你也没时间去看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几本书你是可以看的，里面都是一些算法以及案例啊，不像这些这个列举这些数学的知识，对吧？比较枯燥。那这里面呢是有一些呢这个程序啊，还有一些代码它都是有的啊，这个呢是这个讲的比较仔细的一些算法程序应用案例方面的。好，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如果说你想要去自己看书，对吧？老师我要看哪些书呢？那这些书你是可以自己去买的，对吧？我提前给你讲好了，不要再来问我又问我这个要买什么书，对吧？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五本书啊，你可以自己去买。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对这个课程去进行说明了。那么我们讲一下课程的定位以及学习目标。那我们的定位是什么呢？以算法案例为驱动的学习啊，这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会讲很多很多的算法，那我们也会讲这些算法具体的一些应用以及它的案例都会去讲的，对吧？有一些案例，每个算法都有一个案例都会去讲，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浅显易懂的数学知识。那么这个啊，不用怕，跟着我去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呢都是比较简单的，不是特别难。好，那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注意了，刚才我们列举的这些参考书呢比较晦涩难懂，不建议你直接去读，因为它涉及的讲的这些东西啊，很多还是有一些算法的这个推导原理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对吧？这些东西你是看不懂的，也不建议直接去读。所以呢，学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你再去读那些书或者把那些案例再去看一看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的课程定位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注意啊，这个目标非常重要。熟悉
机器学习各类算法的原理，也就说你必须得把这些原理掌握了啊，不然的话你这个笔试面试啊，包括你这个工作当中那、啊、肯定是过不了的。然后掌握算法的使用，结合应用场景去解决问题，这是你必须能够去做的事情。比如说我能够把这个算法呢拿过来去应用，应用到具体的一个应用场景，或者应用到具体的这个案例当中，对吧？好，那熟练掌握什么呢？机器学习的库和框架的这些应用技能，这些库和框架你是最基本最全，你作为一个编程人员，对吧？你是必须得把库和框架给掌握的。好，那么这是我们的课程定位以及课程的一个目标，能理解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对吧？企业现状分析。那这里我们就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呢就是说，现在呢很多企业当中啊，它呢这个有很多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这个企业它自己呢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或者说发现这些数据的价值啊，那么他就需要招一些，比如说机器学习工程师啊，或者说这个数据挖掘啊，我指的是数据挖掘，这个、也是一个这个岗位名称，其实做的事情呢就是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等。那么他要招这些人呢，就去哎帮他，比如说他提个需求，对吧？他这些需求是说呢，比如说把我们公司的这个这一段，比如说以前都是人去进行判断或者人去进行计算的这些这一部分活呢，把它用哎我们机器去替代了啊，比如说就是这个信贷预测吧，这个信贷预测就是预测每个人贷款额度，那么以前可能就是人去预测，对吧？哎，当我来了一个客户之后，那么客户我这个人呢去根据这个客户的历史信息啊，以及他的一些以前的贷款情况以及他的信用来去判断他得到的贷款额度，对吧？因为每个人比如说你支付宝这个蚂蚁花呗，对吧？蚂蚁花呗你的这个贷款额度怎么来啊？啊，有可能是人去预测。那现在呢我企业呢需要去减少这个成本，减少这个预测成本，我需要用一个程序去预测你这个 人获得的额度或者贷款多少。那这个就是哎企业目前很多啊，应该是大多数企业想解决的问题。好，那除了这个图像或者自然语言处理啊，这个方面呢是很多企业要解决的。就目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想让这个程序自动的去进行一些显案，进行一些预测，不想要这个人去进行预测。好，那么这就是企业现状分析啊，包括前面的这些班级啊，有的这个学生呢去找的这个天气方面的啊，气象局方面的，他就做什么呢？就是预测天气啊，预测天气。那么你要用的呢，肯定还是这些天气的算法。好，那么这是企业现状分析啊，他们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的一些概要，那这是我们列举的我们这八天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啊。这右边呢有这些，比如说就简单读几个特征工程啊，分类回归聚类，这就是算法的一些分类了。那还有 TensorFlow 图像识别、神经网络以及自然语言处理，这都是我们八天内容要学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课程第一天